众朋友们，早上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4式太极拳第一段的动作。首先，我们把上次课的内容复习一遍。准备好，预备姿势，开始，起势，两臂平举，肘部微屈，肩部放松，屈蹲下落，野马分鬃，弓步分手，右野马分鬃。练习的时候注意体会，意念引导动作，意识在前手的外部。第三个野马分鬃。好，请注意，下面是今天要学的动作，请先看一遍。白鹤亮翅，注意看一下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弓步推掌收，这两动作是今天要学的，非常简单。下面我们开始学习。好，从野马分鬃，最后一个野马分鬃开始。白鹤亮翅，重心仍然在前腿，后脚跟进半步，同时两手悬臂合抱，又是一个根部抱球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弓步分手，腰微微向左拧转，微微转，然后后脚向后落实的同时向右微微转体，前脚提起来向前移动成虚步，同时两手右上左下，两掌分开，白鹤亮翅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，根部抱球，后坐转腰，虚步分手，左手停在左胯旁，右手在右额的上方，然后右手下落筋面前，转腰向右后方带出，手心向上，与眼同高，左手随转腰收到右肩前，随后左脚开步，左手下落到腹前，右手屈肘收回在耳侧，弓步搂推，手心朝前，力打掌心，收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从野马分鬃开始，根部抱球，两臂要抱圆，手心相对，移重心，后坐转腰，屈步分手，微微松腰松胯，向右转体带臂，右手心向下，左手心向右手心向上，左手心向下，弓步搂推收。好，下面我们仍然进行两个方向的练习。从野马分鬃，好，根部抱球，做白鹤亮翅。那么白鹤亮翅这个动作，好，分掌是把两臂比喻成仙鹤的翅膀，可见这是开式，我们要做的意识放到手臂的外沿，撑展到手臂的外沿，把动作做的舒展大方，尽可能的优美。下面搂膝傲步，落手转腰，以腰带臂，收脚收手，出步搂膝打掌。好，力点要达到舒指坐腕，力点达到掌心，肘关节微屈，很好，收。同样的，我们再把呼吸和这个动作配合练习一遍。野马分鬃，
接上一个动作，根部抱球仍然做，吸气，后坐，虚部分掌，呼气，转腰落手，吸，弓步搂推的过程是呼气的过程。好，收拾。这两个动作很简单，现在我们把上次课的野马分鬃和这两个动作连起来练习一下。从预备式开始，预备的时候是调息入静放松的，开始起势，两臂平举，屈蹲落掌，落下去的时候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，垂直下落，身体不要前倾也不要后仰，野马分鬃，收脚抱球，转腰开步分掌，两手一定要走弧线，移重心，重身体不要起来，保持同样的高度继续走。好，初步弓腿，第二个野马分鬃，不要忘了呼吸，收脚抱球的时候是吸气，吸满了一口气，然后呼气的时候要把这口气完全的吐出来，再收脚抱球，白鹤亮翅，动作舒展大方，意识达到两手臂的外延，落手转腰，以腰带臂，收脚收手，搂膝推掌，推掌的时候后胯不要上起，弓步，好收。那么我们太极拳不仅仅是形体的动作训练，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很神奇的用法，就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野马分鬃这个动作，比方对方如果用出拳向我进攻，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弧线的分掌，我可以用我的一手抓住对方的手腕，同时另一手插通过对方的腋下向其颈部插去，更重要的是弓步的这个动作，前腿上一步别住对方的前腿，这样然后向对方的肩部啪靠出，这就是一个很有效果的动作。好，同样的反方向的动作也可以使用，因为我们练习时有左右，好，这边一样的，一定要有一个靠，所以我们说上肢和下肢的动作一定要协调一致，协调用力，不能如果你先做手或者先做腿，那么这个效果就不会很好。还有搂膝傲步，为什么我们说搂膝傲步，它这个动作也是有攻有防，比方说它出拳击打我的腹部，那么我搂膝的这个手实际上是一个格挡的动作，随之我的推掌这手就向其胸部推出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动作要按照这种要求，力打掌心是对，在用的时候是快的，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是慢的，因为对我们的养生健身来说是慢的。好，那么这些动作不是一天能练成的，要经过反复的磨练，下面我们再转过身来一起复习一遍，预备开始，起势，两手臂内旋的同时向上平举，屈肘下落，野马分鬃，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身前有一个对手向我击打，你怎么样是能够化解对方，好，也可以想象你的前手是不是像野马的鬃毛被风吹的斜向一侧的形象。第三个，收脚抱球，白鹤亮翅，注意含胸拔背，髋关节放松，屈蹲，
弓步搂推，手